日趴上唯一的团体表演《宇宙人来咯》，有宇宙人的地方绝对不会冷场，现场气氛超级嗨。歌手毕淑静也是魅力无限，一出场就尖叫声连连。除了唱歌还和粉丝互动，往台下丢海报，歌迷最爱啦，也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看到毕淑静丢海报，创作歌手蒋卓嘉当然也不能落人后，你丢我也来丢，一个输人不输阵的节奏。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个表演呀？快点跟小编分享吧。有苦全娱乐，我相信台下应该全部都在看预告片吧。台北报道。夏日趴上唯一的团体表演，宇宙人来咯。有宇宙人的地方绝对不会冷场，现场气氛超级嗨。歌手毕淑静也是魅力无限，一出场就尖叫声连连。除了唱歌还和粉丝互动，往台下丢海报，歌迷最爱啦，也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看到毕淑静丢海报，创作歌手蒋卓嘉当然也不能落人后，你丢我也来丢，一个输人不输阵的节奏。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个表演呀？快点跟小编分享吧。有苦全娱乐，我相信台下应该全部都在看预告片吧。台北报道。